只要能把你叶子做好，干啥我都可以。今天那个拉砖师傅说一大早五点钟要送砖过来，我把这块清理一下。要什么砖？车地下来，我拿。啥东西？宝贝啊。搞错了。咋了嘛？我要给二师傅种点浆啊。你昨天咋不开个拖拉机过来？没有嘛，有我就开了，还有没拉？昨天一个晚上都没去，昨天开到是站了。这是我老妈昨天专门回娘家拉了一车的草，然后说要拿来种姜用的。知道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去，我想了，要是里面带一窝小老鼠，那我就完了，这个车就毁了，我会死的，我会被骂死。操你妈！你那造成啥了？这种草又不像别的东西，也是脏死。等我给你清了去洗一洗，没事吧？这玩意儿怎么种姜啊？后面不是都红土吗？我姜种好之后铺在上面，一直长草，以后它那个土又不会板结。姜长出来就好了。你说你要种姜，为什么说是你儿媳妇什么事儿？对啊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要种姜，明年做叶子啊。哦，姜水炒肉不都得用姜吗？好吧，我要帮他说种那么多姜干嘛？明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我给你身体补得棒棒的。好吧。你们那边做叶子也是吃姜吗？你都不知道，你像广东那一带还得拿姜洗头洗澡，都是用姜。你妈是自己想种姜，然后哪里懂挡箭牌？没有，他就是这个目的，他就想给我好好吃叶子。整天就拿这个吃，不是拉草就拉粪。你放屁的，我拉粪你没粪吗？我种菜你没吃吗？哎呀，洗得干。那你还怕他不行？那以后洗车他每次都给我。我没事找事。那怎么会是没事找事呢？你不要做月子，别人见都不来了。我退休。你怎么样？马你帮我再回来。这个砍掉了是吧？啊，算了。这不会养吧？不养大不了洗个草。我把这西洋种的姜哦，把它挖出来，再重新种，要不然怕烂掉。哇，你看好大块，那不得给它刨出来？对呀、啊，要全部刨出来。我来挖。这里真快。这应该也算老姜了吧？那我再种，你不要这样挖。我来挖，来，我要用锄头。瞧你这笨手笨脚的。没事，中午给你加餐吃个姜好不好？你看我这样挖，估计直接就出来了这么大。哎呀，弄到边上，一会儿把土敲一敲，再重新分小块一点种。这姜来年还能再种呢，它这个有根在。如果有破皮，是不是来年会烂掉？不会，那就没事啊。今天这天也是够热的，应该有30多度。老娘，你不热吗？热啊，咋不热啊？为了儿媳啥也不怕了，再怎么晒都没事儿。这算啥嘛？我们以前在农田里面晒硬的都有，只要能把你叶子做好，干啥我都可以。但是种一点就够了，不用太多。那咱平时也得吃啊。一个月我也就做完了。叶子可不是30天啊，是42天。那42天也用不了多少姜，不要把自己累坏。姜买是有，但是咱自己种的好。在外面能看到这样的姜吗？咱们自己种的就是大。那时候在西安，人家说是有用药种姜，就怕不好。这要是做姜母鸭，老好吃。要我是过去过这个工程。哇，过西安还搞搞嘞。啊，你用这个用水源，不要丢。哎，前半年不要来水源，那么将军往水落来，一生在什么鬼将军往水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家个家，你们那个一来看，你们那个老早的。这个叶子够挺红哦，啊，姜前面一个坏个红，你看那里回来，看我们家的肥好啊！给大家说一个诀窍啊，为什么我们家的姜种得好？这就是我们肥料的源头。中午做啥呀？做个酸菜蒸。大你两个在我学六流啊，你这个样子打开来拍再洗一下，洗一下还配甜甜丸了。吃饭吧，看你们今天中午做什么菜来加餐哈。吃个饭，做乌龟啊。你是炖大红烧乌龟丸吧。我感觉你说你是几内什么
多少多少，来一下。来了，新娘票。手剥笋。到你啦！你会给家乡妈调皮啊？啊，不会呀，我都会调皮。你讲啊，真久无来家了。是啊，是好长一段时间了，真的是故障来。你看这个大熊猫研究不透。那贴安贴安呢？啊，贴安贴。一点贴都不要。剩了多少贴啊？你看，哎，那贴马上开始玩。好不好？好，小伟姐。啊，不烫。西西来，你也玩。他们两个，你们俩比赛。西西，要不然你来我家吧，我养你啊。你们两个人一块吃。你说好，吃的比较多，好，好不好？你给老姑家养好不好？要不要？不要。你跟我们俩一块养，还给老公养。就叫了，就叫了，就叫了，就叫了。你是你想想的哦。我想要找朋友。我 QQ 我没拍下。我没拿着，还有。我干嘛乱哈？一人一块，一人一块。一人一块。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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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我这样还没种完呢、啊。嗯，我下午再接着种。我一块嘛。没事。对，后边拍下。嗯，对啊，松松。我是生热，那么无生热，我死来。用些个汤啉未？汤啉水。有阵会啊，我有阵也是呛尿，再不行。啊啊！不行。来，你自己拿，还是我给你拿？看来有个孩子就是不一样，你们这边都吃完了，这边还没吃完。有饭，吃点香一点。哇，这块肉，哇，要吃肉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见。谢谢，拜拜。